学会这个英雄至少提高你50%的胜率。没错，这个英雄就是虞姬。首先推荐装备和铭文。铭文推荐十鹰眼十贪婪十无双，这是我的装备推荐。想质疑我对不对？好，为了让你们心服口服，我们边打实战边教学。低调一点，我们就不用皮肤了。跟我对象的是萌芽，这个萌芽应该网卡的，在那一个劲儿扛塔。记住，虞姬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二级的强势期去支援。我们直接往中路走。众所周知，虞姬的一技能距离非常远，适合用来消耗。先点几下，被拉住了，不用慌，直接开启二技能免塔伤，一技能远程消耗。这个闪现不用交的，对面对我们没有威胁。这个位置很好，李白直接被扎成蜂窝煤。虞姬四级又是一个强势期，先把兵线抢了，升到四级。其实支援太快了，直接被拉到了，没有办法。直接开启大招闪现，拉开距离，一技能继续消耗。这波没有办法了，大招没回上来，二技能也交得太早了，还被西施给蹲了。虞姬是一个免伤治疗消耗于一体的英雄，队友残血了，我们果断开启大招帮他奶一下。你怎么吃我血包啊？这个时候续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，预购一个吸血书。还是那句话，虞姬的精髓就是多支援。钟馗在对河道蟹行苟且之事，不用管他，直接清掉。虞姬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可以无伤越塔奶队友。太可惜了，没救下来。这边被我老伴追了，开启二技能，他应该不敢越塔的。哎，走位，哎，走位，哎，走位，走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不想跟你殉情啊。想必看到这里，大家已经了解了虞姬的技能，真的非常的强势。趁虞姬还没被削，赶快去试一试吧。点个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